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！我今天又来交车了，新车，当然、欸。你怎么每次交车都 Honda？ 我 Honda 的命吧，本身跟 Honda 有缘。Oh. 对，今天我们要交这一台2023年的 CRV。Oh. 我们今天选购这个哪一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总共有三个等级，好，全部都是 1.5 的，最低的是 VTIS 105.9 啊，在上一阶，好，以前的最高阶就是 S 版的 117.9， 我们今天这个比 S 版再高的叫做 P。什么鬼的？ 127.9， 全是最高的，对吧？中金峰诶，咱买就只买中金峰诶。哦。但是我要小我抱怨一下，有些人拢听好啊，车都交了，我们今天才交车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们是被轰炸弄。是安怎我唔知啊，我那边修改了解一下啦。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的配备，这个其实已经路上很多蛮多车的。好啊，我要稍微讲一下怎么这么慢才来，小小的看不练。好，我刚刚问一下，因为它是最高级的，然后要订就要订最高级的。那最高级的好像八月份有一批啊，我们是九月份赚第二批的。那这样算快？不够，应该更快，七月就要来。第一批就要来。对，大家都订白色的，他有讲你要红色还是什么奇奇怪怪颜色，搞不好早就拿到。到了，不行，我们这是坚持要白色。这个是头枕，头枕用压的嘞，有点像以前的宾士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啊，皮椅电动的，对啊，椅子的高低嘛，啊，这仰卧去仰卧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腰靠吗？这个是腰靠，前后是腰靠，啊，上下嘞，说啥呀？屁股没有感觉，腰也没感觉，好像上下没有什么作动啊。这个就是跟那个喜美一样，蜂巢式坐在后面这样啊，贯穿式到那边去。方向盘应该也是差不多一样吧，四向调整啊，一晶一幕。好啊，有电尾门啊，防滑啊，无线充电，为着这些就是观看的机会。哇，全景天窗，哎呦，哎呦是怎样？它就只能开到这里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它不要全部开，就是这样，就跟小玻璃差不多一样大。玩大局的，哎呦，应该有升上去吧？来升，哦呦，有一样两罐，有前部辅助，有带助熄火，好啊，电子手刹车 ，Auto Hold， 有节能模式，好像差不多。质感算还可以。如果认真讲起啊，应该这个不会像那么塑胶感那么重，它算粉嫩的皮啊。别那哇，我以前梦感觉它脚扎脚嘎哇，这篮球皮啊。篮球皮，人家做荔枝纹啊，荔枝有人没吃过啊？讲错一个字很严重哦。哦，荔枝纹、哦、不是篮球皮。大家每个人都说那个空间很大，我习惯是躺一点，所以我会把这个拉出来一点。哦，这是我个人的习惯呢。它后座空间，对啊，我就是要来后座啊。这一代的跟这一代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它的后座可以调整。现在大概剩一个指头、两个指头，你看可以移开。哇，哦哟，哎，两个多。哦，后座有出风口，哦，这个就是大家最爱的，后座一定要出风口啊，有充电。它轮胎它配什么？235/60/18 普利斯通，它这个是银色而已，哎，印象啦，我感觉上应该是要配那种比较深色的铝圈会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，有没有脚踢？有。你看，这个是比较立的，这个比较躺的，所以它椅背还是可以调整，它、啊、可以再往前，哦，这样的空间是还不错。它躺平的会是。躺平尿，我等一下再试给你看哈。它、啊、这个是下面的，哦，基本的防护背心、站好架、补胎剂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，哎、欸，真正人家可以弄爱选配的嘞。像有些 fit 没有那个，你看拉的没有啊？哦，可能这个加个3-5千，然后是10000块就有了。可是它有一个就是可以挂。对啊，预留的而已啊。嗯。好啊，你说要倒下来多大呀？你要多大就有多大吧。加够大吧？哎、欸，蛮大的。还蛮大的齁，到这边来啊，好，这个是驾驶人啊，不太会动，除非你今天是说你要睡在车上，睡在车上的话，就是这两个可以往前，椅背再往前，空间更大。可它这样算是平的吗？嗯，还是有高低差，你注意看，还是有。有一点好，我之前上一代也是有差异。我记得有些外面坊间会卖一些价高的东西啦。再来，关下来有两个按钮，一个是按了就马上关，一个是你看按了，对吧？它不会关，我走开它就关了。这个就是再远点。对，有没有？听说可以再改啦，改关门顺便上锁啊。这个、就是哎，好、欸，不要这个靠不刚，这是我喜欢的 Bobo 嘛，有点像哦。它弯掉了，它弯掉了，它有转弯，可是是好看的啦，是好看的。哎、欸，它有这个嘞，假的，斯文的，对啊，不错吧？顶级才有，顶级才有啊。哎、欸，副驾哦，
双电动椅耶，不过少那个转那个按钮，那个腰靠那些就没有了，所以副驾没有腰靠。啊，再来就是有时候你想一想，有时候这边上下车它还是可以按锁门开门，对吗？哦，你看按开了开了，吓到了，怎么都刚好按了就开了。啊，对啊，这个 Bose 音响刚忘记讲，我要打开引擎看一下嘛，引擎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啊，又多一个东西，你看它的雨刷又那种特规的。這是什么？用按的，它也说是跟一般的通风鞋又不一样的，有点像之前旧式的，像我们卖比较多了，像 Focus 的也有这样的。啊，对， Focus 是特哥的。对。哎、欸，有进步了。有呀。喜、欸、美没有哎、欸。都不知道它是顶级的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反正我这台有。其实它才1.5而已啊，可是1.5它的马力竟然可以193匹耶，我觉得还算蛮厉害的。哦，啊，现在这个搭配是 CVT 七速手自排，等下的灯是都有 LED 吗？现在都有 LED 的啦，哎、欸，最高的还卤素，我们都死了。那它有雾灯吗？应该都砍在里面了。有吧？有。有哎、欸，后面有吗？啊，只有一颗。对，就一颗。其实你说雾灯，我其实还好，现在的车都够亮了啊，在雾灯也不能乱开哦、开错了被开单。哎、欸，共同共新车，嘛是搞到真歹。你看，有些人讲说我哪骂狗会比较水，所以有时候你说啊，这个怎么打那么久？其实也不能这样讲，机器打的，机器打的错误了，还说人打的。其实为什么要多看一点嘛、嗯？因为其实你看新车有个好处，就是第一先看它的构造，第二就是你看一些胶啊怎么打，原本是怎样，不然你以后估车你都没有看过，其实第一台车都很累，没有依据。所以有买到了就是赶快看，不然有人在估车的时候说啊这个哎、欸、没看过，有时候会被笑嘛。没有，我原本啊怎么那么丑？没有，原厂都这么丑了。对，有啦，有进步啦，灯我觉得这样就漂亮了，哇，好、哦，虽然它不是有 LED 纯 LED， 应该是导灯管的，这样看起来很漂亮啊。没有吧，它是 LED 的。LED 的话，意思就是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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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、哦、它是这个灯管的，对。啊，方向灯呢？我帮你打一下。下一代有没有打方向灯？这些走走走走走走。你刚想的时候，要不然就是自己去改。过来之后同时闪嘛，就哎，这事情哎呦，箭头这样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下一代哈，我建议大家这样过来，再过来这边亮一半就好，一个箭头有没有？嘟嘟嘟嘟嘟嘟。明白，就这样。耶、yeah, ！我刚刚大概有讲了，我有没有什么漏掉的地方没有讲到？然后就是说比较特殊的，比较特殊的话就是我们的雨刷稍微注意一下。哎、欸，雨刷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子立起来，因为有可能会打到我们的引擎盖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样才可以立起来？我们的话就是熄火，熄火之后雨刷往上拨，大概3到5秒钟，它会自己跑到这边来。就这样，这样才不会敲到引擎盖，这样对，才会加安全。对，要试一下，马上试就对了。我们现在这样熄火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大概5秒，这样就拿起来。这样子，假设你要换雨刷或者怎样，哇，没给搞掉，就不会敲到那个引擎盖。哎呦，因为它的喷水头是坐在这个上面，嗯，对，所以在刷的时候，这个都是湿的，比较不会刮到我们的玻璃。再来呢，是这一代的 CRV， 它是有毫米波雷达，就是说它是加上镜头是辅助的，所以它的 ACC 也会比较更准确的，对吧？更准确。然后下面的话比较特别，它这个盖起来有没有？这个盖起来了。哦，刚刚是打开来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它会加速我们热车，就类似像有些高级车的感觉。对，啊，停车会盖起来比较美观。后面有没有比较什么特殊的吗？应该都讲了，应该自动关闭。对，包含会自动上锁。啊，那个怎么去上锁？我们要从屏幕里面去做设定。哦，从屏幕按就好了。对，哦、按完之后只要钥匙离开80公分，它会自己锁起来。哦，就关了就锁了。对，关了就锁，包含车门也会锁。Yes。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这边呢有个车辆设定跟一般设定，尾门设定。对，我们打开这个车门之后啊，我们这边就有像是锁门的时候要不要自动走，折后照镜，然后离开自动锁定。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按成开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只要下车熄火后，它会自己锁。哦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锁开了它就锁了。对，然后我讲一个隐藏功能好了，比较特别，就是说我们的车子啊，下车熄火后，它会自动拉手刹车。哦，这个是需要去做设定的，因为它现在熄火后，如果你没有拉手刹车，它不会自动拉。哦，所以我们就拉一下手刹车，再拉住。听到哔哔两声啊就好了，就代表说它这个手刹车会自己拉，所以以后我们不论在 N 档 B 档，只要你一熄火，手刹车强制拉起来。哦，
其他都差不多啦，像是这个车道维持就在这边、嗯，然后有开的话，它会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小一台车子的图案，像这样道路虚拟辨识。然后有开 ACC 的话呢，就会有辨识摩托车啊、货车，跟奇美一样，都一样，只是这边有木纹。啊，这个是单一一种还是可以挑？不能挑哎、欸，我们顶规就是木纹、啊。那如果是中规跟入门，它是黑银色这样子。然后这台车有气氛的，因为我们是顶规的车型，然后标配盲点啊、BOSS 音响、环境摄影，环境摄影，对，它画质比较好。嗯。呀就咚，哎，回来了。我等一下会去试车。啊，你又问说，啊，你刚刚不是去新车那边怎么没开？对、啊，因为刚我有事，我就先走了，所以我没有拍到试车这一段影片。我们现在补拍，我们就去试一下，到底有没有进步还是怎样？我们怎样？啊，我们就试一小段就好了。好，留个后面的试车的，对吧？走吧 ，Go。我刚开是觉得隔音有还不错，但是轮噪声蛮大，轮噪声蛮大的。我是觉得啦，轰达慢引擎的啦，慢引擎已经开不坏的，前提要保养，应该是说开起来比较不会坏。好，如果它是以挑战力来讲，应该是都前三名的。嗯，好，不要说谁是第一名，一定是前三名的，就引擎比较不会坏啊。它的隔音就是有时候常讲，那隔音这一块他们就会弱了一点，好像门可以关得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但是比想象中好。可是我就觉得像奇美就进步比较多了。嗯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一个或者它的胶条什么的用料可能应该会好一点。业务有讲说引擎效能会比较好，就是可能更再安静一点，在里面是觉得还 OK 啦。我觉得这一代开起来的感觉哈、哦，应该不会太难哈。可是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引擎盖是平的，上一代的叶子板那边凸出来、嗯、很高，这样凸一个这样出来，我就觉得再怎么做，我都觉得那边快撞到。每次我都是车都是歪的，因为我觉得高高的，我觉得快撞到了，所以我都往旁边移一点。结果下来每次都是这样歪的，我怕撞到头啊。哎、欸，太上，我问你一下哈，现在我们跑大概二三十公里要训车吗？就是先慢慢开、欸，啊，到时候过了再训吗、嗯？有些人会说，我一千回去保养之后，就油门开下个涨了一冲啊呢。对，这样以前摩托车不是要先跑多少再换一次机油？因为怕说就是因为在磨合，结果铁屑把它露出来，啊，再开始吹。其实现在的车应该是不需要了，工艺跟以前的造诣是不一样的。还是有听说有一些车还是要对一千公里回来是检查，不代表要换油。要换不换？其实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啊，但大部分好像都还是换掉、啊。因为换个角度想，我开八几万啊，真正无差，还不仅靠保养。就好像你换个角度想啊，现在 iPhone 刚出来好了，有时候一个手机壳三千块，你也是装啊，欸、一次4-5万块，三千块还不到一层，你就觉得很便宜，对不对？那种感觉啊，啊，只在八几万，不用几个能差千块，当然还好啊，都开对啊。感觉轮胎像你讲轮胎的声音真的有大了一点点，轮噪声吗？啊，你不可能现在就换掉了啊，赶快磨光就好了。对，它这个就比较好一点，就是在转掉那种直觉，有那个感觉。对，有那种断住咚咚，哇，这样就你看0.5每一条都有一个断，不然有时候你在转到没有声音的话就比较不好。啊，你坐起来的感觉呢？我觉得还不错哦，因为好新的东西啊，不管新的我没有办法讲。对，因为新的东西内装没有声音，好、嗯、啊，开起来就说它的摇晃管也会比较减低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它的弹筒、它的减震筒全部都是新的，还蛮硬的，会比较硬啊。你要久了以后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只能说哦，以之前的好最新的5.5代或者是5代的来跟这来比较这样而已。不过我觉得它的椅子还偏硬一点，但每个人感受不一样。阿柯觉得开起来还不错。啊，不错的点子，不错的点子，请关注下一集。不能讲完，讲完下一集就没有爆点了。爆点是下一集，你要注意就有下一集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已经回来了。我试车的感觉是一台真的还不错的一台车哦，虽然它大改款的，我们从五代就觉得它的进化已经差很多了，然后5.5代小改款，其实每次的5.5代我真的看不太出来，它差异性没有很大，这个6代就差很多了，不管是头灯啊，整个车型啊，它里面的空间又放大了。哦，有些人很喜欢，有些人觉得啊那么大干嘛，买货车就好了。每个东西都有人喜欢啊，我个人是觉得哎这台车我还算蛮喜欢的，四成的还 OK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试车影片，耶、yeah, ，拜拜。
best is what suits you. Tokuyo 按摩椅健康领导品牌。花生去泰国回来变什么？花生去泰国回来变，你不知道、哦、变花了，不是变性的。嘿嘿嘿嘿，听我吗？听我。